那你再救护车好不好？叫救护车啊！哈，嗯，好像不太对劲。啊？贫血啊？哦，贫血。你有喝酒吗？没有哈、哦，有不啊、哦、？OK。啊？也没有吃东西了。刚才民众说他喝完就倒下了。去医院好不好？送你去医院可以吗？谢谢张仁基呢。先去医院啊。要不要去医院？好，去医院啊。啊，不然你这样也没办法走。